三种人天使不接近他们。第一种就是 Jifat al-Kafir， Jifat al-Kafir， 否认者的尸体，就是 Kafir 的尸体。第二种人就是 Al-Mutadamihu bil-Haluq， 抹香液的男人。第三种呢就是 Wal-Julubu illa an-Yatawaddu， 没有大劲的人天使也不接近， illa an-Yatawaddu， 除非他做了小劲。那么从这一段圣训当中最后面提及到的这一点，使者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说，三种人天使不接近他们，其中的一等人就是没有大劲的人。没有大劲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那除了有例假的妇女以外，比如说一个男子他没有大劲的话，他就不能做拜功，不能封斋，不能环游天房，不能摸古兰经。所以说因为一个没有大劲而阻止了我们干很多的功修。所以说使者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在他的圣训或者我们古兰经或者伊斯兰所传递的这种清洁的概念当中，他鼓励我们人在一坏了大劲没有大劲的时候要立刻洗大劲。一方面的 Hikmah 哲理呢，就是以防没有大劲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不便，也就是说大劲应当是常守的常带的。对，就是说如果大劲坏掉了要尽快去洗，立刻去洗。那这个大劲呢，它跟小劲的区别就在于小劲可能随时就没有了，随时没有了，可能一个小小的举动啊，坏小劲的事项发生了它就没了。但是大劲的话呢，它需要一些特定的前提才可能坏掉。那我们想首先来听一下学者给我们讲一下怎么样的情况算是没有大劲，身无大劲了。就是坏大劲的这些事项，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夫妻之间的房事，夫妻之间的房事。第二呢就是生孩子分娩啊，妇女的分娩，对，妇女的分娩。还有第三呢就是射精，就是男性的射精。无论你是梦遗或者其他的房事所造成的，只要射精的话都坏大劲等等的这些，那么它都关系到我们的大劲存在或者消失。阿拉斯巴哈努特拉在古兰经当中对这个大劲的论述，这是一种法律的阿拉的主命，就我因昆吞朱努邦法团哈鲁，就如果你们身无大劲的话，你们应该要清洁。所以阿拉斯巴哈努特拉把没有大劲的人叫做朱努布，朱努布这个词的话本意是讲远离，这原理什么是朱努班命 rahmatillahi subhanahu wa ta'ala， 是离开了安拉的慈悯，而并非是说哈这个人的话是朱努布，这个人怎么是没有大劲的人的话怎么会叫一个朱努布的人呢？朱努布的人的话他所指的就是离开了远离了安拉 subhanahu wa ta'ala 给我们的慈悯。所以作为一个没有大劲的人的话应该要立马赶快大劲。当大劲的期限的话，特别像夜间，如果夫妇同房，那个前半夜夫妇同房，他可以把大劲延迟到最迟的期限，到第二天黎明晨礼拜，这个最迟的时间。当然最好的方法是坏大劲以后的话马上洗涤，有条件的话马上洗涤。当然两件事我们的先知算了拉红来散了都一一做过，也跟圣太门同房结束以后的话，我们的先知来散了马上洗大劲的也有，圣太门同房以后到第二天黎明前夕晨礼拜前夕的话再做大劲的都可以。但是他做一个小劲没有做大劲。对，那个有时候的话哈，那个做一个小劲，那个清洗一下这些部位，所以这是一种卫生卫性常识，也是安拉斯巴哈努特拉大劲本身是安拉斯巴哈努特拉对人类对穆斯林大众的一种疼慈。所以一方面的话大劲它有两项哲理，它有两项哲理。第一项哲理的话，大劲能够克制人们的一种欲望。你说一方面的话大家都感觉到坏大劲以后都要做大劲，有时候觉得麻烦，所以为此的话作为男子夫妇的话他为此的话他有一些克制在这一方面，在欲望方面就过度纵欲，我们说不会这么随便啊。对，这个不是太随便这样的。其实第二方面的话，作为一个身坏大劲的人，他已经是精疲力尽了。这一点，经过那一次的大劲的沐浴，全身性的沐浴的话，他会精神重新焕发。对对。说今天的医学已经发现这样的很轻松、很洁净这一方面，所以阿拉斯巴哈努他对我们的疼慈。当然，这个在大劲当中的话，我们的有教法学家说，这个搓擦肢体也是属于大劲除命的一项，除命之一。
在这一方面的话呢，我们的今天的医学发现，这个对各肢体的一种搓擦，各方各面的话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的循环，那个这一系列道理的话都隐含在我们的伊斯兰教的哲理当中。这个搓身上的肢体也是主命吗？对，我们的有的法学家的话把它列为是主命之一，搓擦就是目的的话，也就是能就是更加的这个清洁身上的污垢。 对， 对，再有一个的话，就是在古兰经当中也提到这个大净和小净的这个区别，它也是不同的。也就是小净的做法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但是大净的这个范围或者说它是怎样一个范围。那么大净的话就是必须是漱口呛鼻，就是我们的洗这个鼻腔完了之后再洗这个周身。 对， 对，古兰经当中也提到了，如果你们不是这个清洁的，也就是你们是这个坏大净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们要洗你们的周身，也就是洗这个全身。但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完这个大净之后，那么是否就代表有小净呢？所以这一方面的话，其实这个做大净里边的话它就包含小净，也就是做大净的方法。安拉的使者他洗小净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不是，刚才我的这个问题是一个人洗完大净之后是否代表他有小净。这个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它是一个黑拉菲亚的问题，有分歧的问题。因为使者索隆向索隆们在洗大净的时候，他之前都洗一个小净，那么所以说有的教法学家或者有的圣训学家解释的话，如果你在大净之前洗过这个小净的话，那么你的大净已经饱含小净，你的大净结束之后你可以直接礼拜或者做其他应该要求有小净的功修。但如果你在大净之前没有洗这个小净，而是直接漱口呛鼻洗周身的话，那么这个时候有的人认为是没有小净的。但是这是一些分歧的问题，我们尽量的按照使者索隆和阿里和萨拉姆的做法，在洗大净之前首先先洗一个全美的小净，就像拜功那样。所以说大净的做法就是还是安拉的使者的功修模式是最完美的。对对对对，所以这个作为大净的话，我还要补充一点，也就是说哈，那个作为功修方面的话哈，我们要做功修之前，比如礼拜啊、封斋啊这一系列，或者读古兰经啊，这个必须要有具备大净才行，巡游天房等等。现在呢，斯拉姆跟阿伊莎圣太拉迪安拉环的好，这个相处的时候的话，那我们的阿伊莎圣太没有大净的时候，同样安拉的使者索隆拉环的斯拉靠在他的怀中的话念古兰经，都出现过等等的这样的一系列。他不是污秽的人，这种误区一定要走出来，一定要走出来，要走出这样的一个误区。主要是坏大净的话，最好就是当场洗，立刻洗，这个最好的。对，因为坏大净呢，它也是需要一些特殊条件的，所以说一旦坏了大净，立刻洗，洗干净以后，我们就等于说是常带大净的人了。好了，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马上回来。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再次走进我们的演播室。在刚才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有关于大净的一些知识和怎样洗大净，那么对于一个特殊的群体，妇女在来例假的时候，她们并非是那种污秽的，而是说不能接近一些特殊的功修，除此以外他们可以像正常人一样去工作去生活。那么在接下来，我希望咱们几位学者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没有水的时候如何解决洗小净的问题。 Bismillah wa alhamdulillah wa salatu wa salamu ala habibillah amma ba'du。 那作为我们的教门，我们已经讲到安拉斯帕诺特拉是伊斯兰教的话成为是容易简而易行的宗教，而且安拉斯巴哈诺他在古兰经当中也告诫我们 يُرِدُ اللَّهُ بِكُمُ لَا يُسْرًا وَلَا يُرِدُ بِكُمُ لَا عُسْرًا。 安拉是要让你们容易而不让你们困难。比如说在一种特殊的前提之下，我们大小净无法用水去进行洗涤，那么是否我们可以不礼拜，或者我们身无大净的时候如果没有水的洗涤，是否我们就可以放弃这样的一个大净。这个问题古兰经已经给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古兰经说 وَإِنْ كُنْتُمْ مَرِضُوا أَوْ عَلَى سَفَرٍ أَوْ جَاءَ أَحَدٌ مِنْكُمْ مِنَ الْغَائِطِ أَوْ لَمَسْتُمُ النِّسَاءَ فَلَمْ تَجِدُوا مَاءً فَتَيَمَّمُوا صَعِيدًا طَيِّبًا。
说如果你们是生病的，就不能用水的，首先是把人类当中的最弱势的群体马里多病患者，要照顾这样的一些病患者。首先古兰经的话首当其冲提到的是马里多，如果你们是生病的人啊，瓦勒萨夫人，或者是你们出门旅行在外，身在异乡还不知道什么地方有水，或者到异乡的话水土不服，担心会伤害身体，或者是奥扎埃哈顿明克明的拉盖顿，或者你们任何人的话从厕所里边刚刚解完大小便出来找不到水，礼拜时间到了，或者是奥勒梅斯图姆尼萨埃说跟你们的妻子们的亲热了，那么法兰泰兹顿马安找不到水，那么怎么办？所以古兰说法特亚曼姆萨埃当团一吧，你们就倾向奔向洁净的地面。所以我们的先知索隆斯来给我们教导台亚姆，有台亚姆，我这个词的话土净，土净的话它的工具的话只能是三样，一个是土，洁净的土，一个是洁净的沙，一个是洁净的石头，只有这三样可以做代净，土沙石，对，除此以外的一些被烧制过的那个，或者是一些木头等等的这些系列的话，或者是我们的地毯，除非是上边的话有清洁的灰尘例外，那作为代净的话，也是安拉苏巴哈努特拉给人类给叫声的一个如何是，给我们的普民的一种如何是一种通融，从中可以看到教门的伟大。所以我们常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只有礼拜的理由，没有不礼拜的借口。所以安拉苏巴哈努特拉给我们，如果不能使用水，可以代净啊。那么怎么代净呢？我们的先知索拉万斯拉告诫我们。带进它就是用我们的手的话排土或者排沙或者排石头一次，然后抹我们的脸和我们的两手碗。那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话，我们也有一种做法的话，就是一直到我们的手肘，一定要把衣服的话往上延伸，像我们洗小便像到胳膊肘，对，这个胳膊肘，其实这个现在的是我们的圣训当中说过我们的是 confine， 这是双手很快到一个手腕就行了，这样的这个很容易很轻松。所以教门的话我们选择最容易的，只要有证据那选择最容易的去做，这就是安拉的使者他做途径的一种方法。对，至于说你要洗到这个，你要磨到手肘的话，你要超越了我们的先知和撒拉姆的范围， Allah A'lam，你看这个土净的话到底是生效还是不生效？这个土净它本身的意义就是代替的意思啊，也就是找不到水的这个情况下代替这个小净，那么肯定代替小净的话就是代替小净的这些部位，那么说你要把这个带磨手的话从这个肘这个指尖到这个肘的话，那么它存在有这个小净的这个部位，它就不称为这个代替了，所以说这个按照使者的这个方式只是这个两手，我们从代净当中这样可以看出了阿拉苏帕纳特拉对我们的一种慈悯啊，没有水的情况下他没有逼迫的说一定要找到水，或者你的小净成立就必须用水，他没有这种要求，强人所难，而是没有小净，没有水做小净的时候可以用代净来代替你的小净，那么从而呢是阿拉苏帕纳特拉对我们的一种慈悯。当然教法不是说一竿子就把人拍死那种，它是有弹性的，这样不行的话或者这样行不通的话，阿拉苏巴纳特拉给予你那样，那么这就是同样从小径当中也能够体现出阿拉苏巴纳特拉对我们的一种慈悯，对我们的一种爱。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在例行公事的时候也是给予一种便利一种方便。对，作为这个我们的穆斯林的话，当然我们要清楚我们不能做投机的穆斯林，对，不能钻教门的空子，有些穆斯林的话哈，装的就盯住我可以带进，我有水我也不洗我也泡，这个因为他图方便图一种简洁说简便，这样行吗？所以关于途径的话他有一些条件，有条件比如说哈，那个能看到水能取水的话就近在咫尺，但是你去取水的话或许会有猛兽会伤害你，或者在战场上如果你离开这个战场的话恐怕就会成为敌人命中的目标，这个担心自己的生命的垂危，那么这个是可以使用代净。还有就是你生病
病入膏肓或者这个病的话你无法动弹，比如我们的腿摔坏了，在床上病床上的话吊着腿，或者说我们的一种病的话，如果用水会增加我们的病痛，所以这些方面的话我们可以使用带劲。你不能说哎呀我为了对安拉的一种虔诚，即便我再艰难越艰难越好，这是一种塔尔俗，叫我们当中的一种过期极端。在你生病的时候的话不能用水，你最好就不要用水，你用水的话反而安拉斯巴汗不喜悦你。所以就像我们的圣人时代圣门弟子，一位圣门弟子在一次战役当中的话身上有箭伤，然后当时第二天清晨起来的时候的话，这位身负箭伤的这位索哈伯坏大进了梦遗，头天晚上然后就问其中的一位索哈伯说，像我这个情况我能不能使用水的，然后索哈伯说肯定 能用啊。于是他用了水以后，他的伤口感染发炎，最后归真了。然后阿拉的使者索拉拉上听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以后说，是你杀害了这一位受伤的这位索哈伯，说当你不懂这些教化问题的时候，你为什么不请教有知识的人呢？不能高谈阔论。对，所以在这一方面的话，也说明如果我们身患疾病会对我们的生命有所摧毁，或者是会对我们的身体病症会增加造成这种影响，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就抬案就带劲，就使用带劲。所以其次的话，我们的工作岗位，比如说在工作岗位礼拜时间到了，现在但是你离不开，因为要在这一台机子面前，在这一台机器面前，你必须要好好守着。虽然是能有洗小净的地方，但是你无法离开。如果一旦你要下班的时候的话，已经是拜功的时间，你早就出去了。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带劲。所以带劲，总而言之一句话，根据你的情况而论，最紧凑的时候而论。所以带劲这个后困，我们不要轻易的去使用它。只有在迫不得已情非所逼的时候，当然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只有礼拜的理由，没有不礼拜的借口。所以你不要说哎呀现在我找不到水怎么办，那个我就不理了，等晚上回家去进行黄补这个拜功，那黄补拜安拉的事没做过，到底安拉是否接受你，阿拉和阿兰，安拉本事的事。所以我们最好不要轻易的去胆大妄为的去做安拉的事没做过的事，这个很危险，冒险风险很大。我们姑且不说这个到底是坏的还是好的，但是我们总从我们的内心世界来说的话，它的风险很大，你冒的这一次险风险很大，它的成功率很低。因为我们的使者阿兰斯拉没有做过这样的黄补拜功，所以关于带劲这一方面的话还要注意它有期限，期限带这个带劲它有一个有效期。 对，比如说现在我的晨礼拜的时候的话无法使用水让带劲，当我的拜功晨礼拜做完以后的话，我的带劲就作废了，事情也作废了。你不能说哎呀现在我没有大小便也没有下气，我把它一直延伸到撇身拜如何的拜的时间，这是教法不允许的。那因为带劲很简单的事嘛，这样的当我们的拜功结束完以后的话紧接着马上念古兰经，可以这个也是属于一个有效的范畴。那坏带劲的思想，那坏带劲的思想的话就包括我们的坏小便的所有的思想当中前后翘流出的东西，或者是下气，或者是满口的呕吐，或者是我们的伤口过分的流血流脓等等，这一些那都会使我们的带劲的话无效。也就是说在一个是我们每天的五番拜功当中，如果一个时间段我们得不到水可以做途径，那么在这一个时间段的拜功结束之后，在进入下一个时间段我们需要重新去找水，如果找到了水洗，如果依然找不到的话，这个时候需要重新做途径，是这样吗？对，那个如果是在我们的途径做了以后还没做礼拜的过程当中突然间发现水了，我们的途径就自行作废了。还有哪些事情是坏途径的这些事项呢？当然那个这一方面的话还有很多，那个比如说我们的大劲坏了，那个坏大劲的事项也是同样坏我们的途径，坏小劲的事项。对，还有就是发现水了。好的，那相关的知识真的是我们需要牢记铭记于心的。好了，时间关系我们这期节目就到此结束，希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Assalamu alai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